你在干嘛呀？等着你写毛笔啊。你的作业为什么要我写？老师说如果写的不好就是留校的，你想让我班留校吗？我写的也不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写的很好。总之别人还有这么多快递，等着我们拆。哎呦，先写一下就写完了，真的一下子写完了。还有那个衣服也没试呢，还有那个昨天真的很快的，很快的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老师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，是我写的。我喜欢看视频。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我也好久没写了啊，写的不好可别怪我啊。不怪你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细呀、啊？那毛笔。记得有一次我要抄课文，然后你帮我写的。哎呦，完了，写的不好。他写的多好！完了，小孩子要去罚抄了，要留校了。对于老师来说很好了。你是不是发倒笔呀、啊？不能吗？不能发倒笔。你看我写的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小辣子写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武汉的天气啊，真的是太变态了，一下就冷了，还没有穿毛衣都很冷，要穿袄子的。今天有一个车飞驰而过，把我裤子和鞋子都搞脏了。是的，赶紧刷完了我们的试衣服啊，啊？嗯。买了一个羊羔毛的外套，一套秋衣，还有个毛衣，就等着你过来试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等等嘛，我要把我书包清的。干干净净。哎呀哎呀，别放在地上，地上脏啊。有口袋，这次有口袋，试一试好不好？你看我首先看衣服的原则就是有没有口袋。好，没有口袋啊，没命了。感觉这个白色的外套配这个粉色的卫衣，好挺好看的。你都没镜子你还觉得好看？真的，我感觉挺好看的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感觉不是很好看呢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你都没有照镜子，你哪里觉得好看？个人觉得很好看，而且还挺暖和的。好，下一个毛衣。这是双层吗？毛衣不好看呢，退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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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穿着蛮舒服的，质量比较好。就好丑，我感觉你好黑呀、啊，什么衣服穿在你身上都不好看了，越长越丑，怎么办呢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小辣子越长越丑了？灰灰丑不丑？灰灰越长越美。它越长越美，越长越黑。秋衣拆来看看吧，这买了两件衣服都不满意。我觉得这个很满意呀、啊，怎么两个都不满意呀、啊？就是不满意。这是一套秋衣160的，这个颜色喜不喜欢？豆沙粉。给你买的，其实这个是成人款的，因为你现在不适合买童装了，你觉得呢？小思思也是的呀，就秋衣还行吧，其他两个退掉算了。我觉得外套挺好的呀。不好。我觉得外套穿得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啊。这个已经是我退掉的第三件外套了啊，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外套，大家有什么好推荐吗？真的是在现在的网上买一件好看的衣服太难了。总感觉买回来都不那么称心如意，是不是的？没有原图好看。是的，大家记得给我推荐呢，好看的外套，保暖性强的啊。